特征比较多，刀路复杂，仿真一下预防撞击。超治愈上亚版，拧螺丝，换基准刀出来，用对刀一对刀，写入机坐标，到角刀粗略分钟，写入中心点 QY 坐标，发送程序到集团，再入程序，关门放狗，绿箭一按六清除用，开始了。第一面完了，翻过来第二面，仿真看看预防翻车。分钟这里需要仔细，开始咯。下机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还不错吧，吊靠山，聚个木片，钻几个安装孔，拧螺丝，此处应该用沉头螺丝，先用这个，各推各位，找些重物压住，启动台具，慢慢升起巨控，大功告成。